你真的要被 YG 搞，感觉蛮清爽的。每天都很烦恼，今天到底要喷什么香水呢？哇，太美了。Or make a bed of green atop a wide open scene. Under a canvas of blue, I would draw ever nearer to you. To feel the dew on your skin, that is how it would be. Welcome to today's vlog. 我现在要准备去那个银行，为什么呢？因为我其实来香港一两年的，然后我有个很大的目标是想要办一张香港的信用卡，但之前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困难重重啦，所以我今天想要换一家银行再试试看。哦，手好酸，很久没有拍一周 vlog 了，大家有没有很兴奋呢？我还好。In love.Either OJ 或是新澳，那我觉得自己吃的。到底为什么会这么爱吃茶餐？我也想吃炸鸡 ，bingo 炸鸡，大福哥，哦，大福哥，好像可以，都塞了头了，送你一个画面，还蛮清爽的今天。哇 Cookies 跟 Soma 联名的叫什么古朗奇，这是台湾同事寄过来的爱心玫瑰茶欧蕾。你有喜欢玫瑰吗？有啊，而且我很想吃综合口味的。我喜欢 Rosé。 你真的要被 YG 搞，我跟你讲，我平时不过没有没有，可以用黄瓶吗？还用黄瓶，用黄瓶，就我觉得这个甜度是 OK 的，可是我真的没有很尝到玫瑰的味道。味道吗？一啖食过最后，佢我觉得佢已经系少少唔平均。嗯，可能要食呢个先有回归味。恭喜！我很喜欢这个包装诶。送给你啊。好，谢谢。下班耶。Rainy days, 这有声音吗？Stormy nights don't stay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Oh my gosh, I am hungry. 刚刚买了一个 chicken soup. 掉了。
今天真的是做了非常彻底的 adult。今天，首先呢，我之前在 IG 上面有讲过，就我很想要在香港申请一张信用卡，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现在那个银行拒绝我了。几次，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行为，大家不要学。就是如果你一直申请信用卡，又一直被拒绝的话，这个会对你在他们后台的那个分数受影响，就变成你之后不管要做什么都会更困难。如果说你今天想要申请一张信用卡，但是这间申请不到，你就去换另外一间比较简单的去申请。一旦你申请到一张，你第二张、第三张就会很好申请。But anyway， 所以我今天呢，就是先去一家新的银行开了户，然后之后会申请信用卡这样。虽然我现在在公司是有基本的医疗险，可是我觉得我会比较想要给自己多一点保障吧，所以我就开始在看，就是不同的保险公司他们有什么不同的 plan， 就是等一下要做点功课，就是到底哪一个 plan 是最适合我的。怎么讲，我很怕能言善道的 agent， 所以我想要事先自己先做好功课之后再决定说哪一个，就是要买哪一个。然后呢，在过去半个小时我就在整理所有我现在每个月要支付的账单，包含我的手机，然后电费、水费、瓦斯费，还有什么来的，还有我的 Spotify、 Netflix、 YouTube Premium， 就这些所有的 subscription 的东西我现在就要全部都整理好。因为好乱啊，就我每个因为你知道平常生活很忙的时候，你真的会忘记去缴费或什么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连到自动缴费或者是电子线上转账的那种。我希望我真的可以顺利的拿到我的信用卡，拜托。今天外面给我下大雨，然后下大雨代表什么？我又要过敏了。对，我现在有非常强烈的预感，我今天会过敏。前阵子其实有很多观众推荐我一些 supplement， 然后我又开始在尝试一些不同的方法，但我觉得可能不是什么一两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所以静观其变啊，好难过。然后我刚发现一个小小的悲剧，就是我发现我家的伞好像都不见了，就我也忘记我把它丢在哪里了。我家里现在唯一的伞是这个，哎呦，是这个 Colgate 跟那个 Plastic Thing 的联名的一把伞。那么给大家很快看一下我今天的 OOTD， 其实就是一件很简单的宽松白色衬衫跟牛仔裤。然后现在其实时间还蛮早的，才9:15，但我今天早上有个任务，就是我想要飙去湾仔的税务大楼，因为我有一份文件是公司的，就是要去那边缴税的样子。然后现在外面雨下的好大，我好不想出门哦。我今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不想要被过敏影响到我这个整个人，所以所以我刚先吃了两颗的过敏药。现在又到了我们每一天最痛苦的时候，就是要想今天到底要吃什么。你要吃什么？我头好痛哦。你想吃什么？无所谓。这个是一个很烂的答案。今天只有我们三个人。今天开心的午餐时间，
这个是 Keith 的午餐，他最近在 on diet。Die or diet。哦，其实我觉得我的看起来也蛮健康的。7:36 p.m. and I am finally going home. 啊，你们有没有一根手指头就是特别的粗？我的话是右手的中指这里，就我的指节这里特别的粗。不过什么，我左手的中指也没那么粗，但右手就特别容易会卡住。现在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了。有没有觉得事情总是在要下班的时候就是蜂拥而至呢？ Good morning, everybody. Hi. 因为我们提 OOO 的影片其实已经剪得差不多，然后昨天刚拿到大家的字幕档，所以我想说今天能够上多少字幕就上多少字幕。因为我昨天回家之后就整个 crashing， 我真的就整个，我本来回家起来雄心壮志，想说今天一定要上完字幕，就殊不知马上就晕倒。 Another guy looking for the perfect lover, the kind of love you only see in another. I wasn't waiting for my sunshine. 嗨，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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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要去厕所的人，他们是要去买饭的人。我好像还没有给大家看过我们公司的厕所吧？这个是我们这一层的女厕，非常 typical 的，要拿钥匙才能进来的厕所。然后三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们看厕所。Yeah. 今天的午餐是 Kimbap， 这个是我在 Deliveroo 上面第一次看到的。惊奇，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系 King Spoon 嘅呢间嘢。呢间，直接用手拿好了。对你办公室。大家好，我哋系。我还是讲错。对你办公室，我系 Sia。我想象下第一日影相嗰阵时。我記定住啊，第一日。我繼續幫你照片啊。这个是今天的晚餐，我打算来吃这个 Omi Pork 的素粽子，还有用冰箱剩下的蔬菜做一个蔬菜蛋卷，没错。然后这个不是，这个是我的过敏药。Oh, by the way， 我觉得这个过敏药上次 Ryan 寄给我的蛮有效的。Put rice dumpling into boiling water and cook for 25 minutes or until fully heated through. 姜，姜子。Please set timer for 25 minutes. Okay, 25 minutes and counting. Kiss me once, then kiss me twice, then kiss me once again.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Never felt like this, my dear, since can't remember when. It's been a long, long time. You never know.Thank you.
哎，你在拍啊？耶！就是一个很用功的 YouTuber， 就随时随地也 camera is ready。然后今天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我要拿回我的脚架。对，我上次第一次去他 studio 的时候，我丢了一个脚架，然后第二次去把那个脚架拿回来，又把这个丢过去。对，然后今天终于可以还给你了，隔了一个多月。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Box trotter cha 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 Sashay and shimmy around the room, fall onto me, slip into you. Our bodies twist and turn, you got my vision blurred, and now my mind's in a whirl. Keep on spinning me around.我今天去 Zara 买了一件 T 恤，看起来有没有很雄壮威武的感觉 ？Lion King， 因为 Boris 明天他们有一个企划，然后我要跳舞这样，所以我就想说买一件大一点的 T 恤，就是跳舞穿这样子。我买的是 L 号的，哎，我忘记了。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五，然后我已经很久违的想要来化个妆。你知道这一个礼拜里面，我基本上是没有很认真化过妆的。我好像都只有化了眉毛就出门了。I knew the pathway like the back of my hand. I felt the earth. 哎，够高级。高级，今天吃什么呢？川菜。我今天吃水煮肥牛，光想的我就流口水。好了 ，food porn。这个叫这个怎么念啊？哦，莴笋。嗯，我的是肥牛。哦啊啊！改，好算了。哇。好有回到四川的感觉，虽然说我没去过四川。哎，没有很辣喎，你们可以看。Hello， 大家好，我而家要 occupy 咗 Cynthia 嘅相机，因为佢呢个大头虾唔记得咗拎相机走，就直接留咗喺呢个公司，所以我要去拎俾佢，所以我而家要扮系佢咁样。即係記錄一下佢 on the way 去呢個跳舞教室嘅時候，到底會遇著咗啲咩問題咧？哇哇，呢、這個光爆咗，哇，同埋鏡頭好污糟，我係咁望咗隔離個鏡咯，點算啊？我都唔適合做一個 YouTuber 噶啦，應該。好，話夠快已經落咗車，然之後要行一條好斜嘅斜路，就會去搭 lift。然後仲要勁隱蔽咯，即係上到去咧，仲要撳密碼。Oh my god， 佢頭好好核突啊！有個音，我會直接俾大家睇。Cynthia 收翻部相機嘅時候係咩一個回事？耶！You sing the song, I'll do the dance. You take the lead, I'll take your hand. Foxtrotter cha-cha,
rumba or salsa, whichever rhythm you choose, I'm following you.